本节目由大司马外设赞助播出，买外设就选大司马外设店。这个角度下来，大招还差一点，开启鬼刀，反手走，王牌怎么说？大招还差一点，上去这个角度，怎么敢不敢挨我？啊，你别看我没血，不虚的，我花招很多，问他敢不敢杀我？上来，怎么说？哎，鬼拉车霸刀一闪带走，走出塔外，哎，操作完美，思路清晰，长得帅。嗯，长得帅。我泰隆连招嘛不谈啊，你跟我说泰隆连招很靠，回手套。靠，我泰隆连招嘛行云流水啊，炉火纯青啊，你找不到词语来形容，说了可能你不信。那可能我要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 Muse。 如果这 ADC 他能够撑得住 0.5 秒算我输，好吧，记住 0.5 秒，一秒是 D8。 溜了溜了溜了，跟鬼使一样，假装没看到。哈哈Nope Nope NopeNope。 好，直接走，不要给他缓速，知道吧？落飞他是一杆，即使把我抓死了，他们也很亏。哎，卡在这个位置，马上秒回。哈哈哈！国服的一雕。标得一，你恐怕不知道我是克里亚卡特洞，搞这个东西。哟，抓我！看来你没有想好，我先吸个蓝，痛不痛？有大，但是蓝不够。你借借。哎呀，没事，我只要你到一，没事，最后一秒再开钉，钉。一定要最后一秒，绝望之钉，剑圣手起到准备落下来的时候，直接懵了，没办法呀，非要追我，我靠，我来了，这波没大招，队友也来了，丹娜有大，可以搞，闪现躲了一颗，你一颗起头，哎呀，坑了，不过还行。哟，完了完了，情况不对，我先撤退。哎，怎么说？想好了杀，哎，想好了杀，我还有。大招一盖，打不到我，哈哈哈！搞定一个闪现，你跑不了了，哥们儿，下一波，这波我的处理嘛完美。我在想，我到底是杀男枪还是杀剑魔？杀剑魔嘛。留个破坏，我把他大招砍了，应该是问题不大。溜了溜了溜了，拜拜。这个问题是不大的，胆子有点大啊！我队友来了，听说你一上来快速拔枪，他就破败。哟，你走啥？你再走，你再试试。蛮王这个英雄呢，怎么讲？玩得再好都会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，你知道吧？这不是水平的问题，